水震断，他没有水电来，他打电话给我说，重一半，有一个进一个。等一下中到的话，我等一下电话会拿给你们，如果电话自己联系，然后他自己会送到你们家哈。中到一头猪的哈，那个电话我会传拿给你们啊，你们直接打电话给他，说他会把那个猪送到你们家。小伟，小伟，那个那天我不是有跟你讲那个，我说那只酒反正是没有嘛，把你吸的嘛，啊那个他说那个头那一只中到的那个，可以不可以给他？你是说可以啊？哦，这件好，谢谢你哈，那一头猪，有那个是最后的时候，我们要讲那个结束的时候，啊你那边还有没有现金？我这边这边讲。哎，你现我们现在是用那个吗？中国的吗？啊，没有吗？是要相信。你们先练习啊！好，老板们加油啊！老板们加油！他们会先练。我已经喊了五天了，喊了四天了，还没看到老板。好，喊没？还有下次加油！欢迎各位外面来的游客哈，在我们的会场这边观赏。然后我们有一些规范哈，你手边没有拿到我们主办大会的摄影证的各位摄手，请注意我们的规范，不要进我们跑道里面摄影，请拜托遵守我们的规定哈。我们是要有摄影证的才可以靠近我们的剧场这边，我们的自球场摄影。好，谢谢。那等一下我们会有那个遮护的那个台草，我们大那个服务处那边会供应啊，希望外面来的游客还是需要是还是佩戴一下哦。哎，就这个哦。九点半哈，九点半开始，还有十五分钟。我们下午有不少，还有最后的一种祭典哈。今天是那个。哎，入门之内，入门在外面哈。啊，有看到了，有看到了。好，辛苦我们的医护人员，陈立英护理长哈。
的勇士，谢念祖老板，红包伺候。大会报告，总算看到了10000块钱啊！开始，我们的老板谢念祖，等一下不要是他自己中到哈、啊。可是他的建议就是说，这个10000块的奖金，为了大家都有点福利，1000块一球，好，1000块一球。好，谢谢我们的东森股份有限公司谢念祖谢董，谢谢你。报一下，哎，我们服务台没有人吗？等一下，那个我们所有进来的我们的乡亲外面的来宾们哈，喂喂，你们进来一定要先绑那个绳子哈，那个辟邪的了，那个叫辟邪的哈，哦，所以不能你们不好进来哈，你们先遮一下。绑一下，我听到了，对。谁在做那个？哦，那对，你们今天有点困扰，紧张了。还有一个人。一球进一球。够了够了，那个老板。谢老板。到最后一颗球吃完之后，所有其他的杆子要全部倒下，然后要弹。喂，昨天我们古罗国小赞助了1000块哈，今天你回捐哈。哎，又来了红包，哎呀，阿妈怎么拿不过？我知道，他有没有讲什么头？像1939是那。没有，好，我再五千了，我再，再五千了，一条5000。对了，刚刚那个牙齿会不会痛？啊，我在这里宣布一下，太震撼了哈、哦！走，玉祖，念玉吗？这个念玉吗？玉井工程行，张文斌老板，10000块。哦，谢谢，感谢。两个球，一球5000块，啊，对不对？准备，对吧？张文斌，对不对？对。好，感恩哈。好，我们张文斌老板在我们左手边，戴一副很帅的墨镜哈，谢谢你。我就傻傻的，我就一直在说。
最近那个路都有，就是台风过后。又还钓的鱼，可以那个吗？所以要右下就对。然后我要一直走，我现在走到美路。我如果地图这样看，它离那条路大概200公尺，幸好没了。然后就找那个下潜出来，然后回来再仔细看，原来他县政府有计划的修整是在那个热风群步道十六八八五路那个上面有一条步道，然后给那个奥创的建议。我们呢？我们永生权到期了吗？我们怎么这么近？他说这几天都不投这个地主，只要哪能投。那你说几位爸爸呢？好，再几分钟，再八分钟哈，八分钟我们就开始我们的持久的比赛哈。就资料都记得，这是全台湾第一条路。因为你走上去，上去去走不到五公里，因为那边的山呢，它其实很多，它只要不下雨，刮台风，那个很多东西都会流失。那就不是啊，我国外有地方，台湾呢，第一位当国宾。喂，喂 ，test， 喂，test， 喂，黄明远，这个，等一下，看一看，好，那个500的58，不然一下子就没了。哎，服务台有没有人了？不然那边先绑一下，准备一下那个白打。五只动。有哈，服务台有没有人了？没有吗，小赵？好，小赵，你们在那边准备那个。对呀，没办法，他是工作人员呢，待会要给他。真的。小朋友不要再啊，尽量不要哦，到外面哈。奖金没有不够，还没有够的，没有够的。有人来说够不够了，这样。不够。谢谢。他怎么会有翻译的发音？他是有学到
谢廖振中赞助红包5000，好，谢谢。1000的吗？还是啊，1000的。五张那个五张红包嘛，那个勇士。今天是这样。怎样，乔伟有意见？你跟凤平谈的怎样？你那个是一球对不对？一球吗？他们说，他说给中国，然后他是平等，他是平等。这回我们的当家的刘干，我们当家的罗武雄、罗春雄赞助6000，一球2000哈，这个三个球哈。